今天演出到这边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在这么寒冷的天气还愿意在这边听到最后一首歌。那明天如果没有下雨的话，也会在这边接我表演。那地点的话，我会在 IG 上面公布，希望明天还可以见到大家，祝大家愉快周末，谢谢。对，阿姨因为疫情比较严重，所以现在还是不开放拍照，谢谢大家。